料理提升烤韵，如何摆放有技巧。文昌笔呢是正确讲是狮子啦，这有吉利登科吗？代表四绿文昌木的意思。我要帮小朋友放这四支文昌笔，我应该要放在哪里？一般放到床头也可以，书桌上面也都 OK 的。比如说书桌，或是找都可以。